与孟加拉国总理谢赫·阿斯纳一起，亲自为湖南大学、达卡大学孔子学院揭牌。为了这历史性的一刻，中共双方以及云南大学都做出了艰辛的努力。而这背后折射的是云南大学思想观念的创新与改变。在逐步融入国家战略服务云南发展的努力中，云南大学着力打造留学生培养体系、国别研究体系、学术文化交流体系，在推进国际化水平、加快建设全国双一流、世界知名区域性高水平大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下面就有请我们经济学院的留学生们共同为我们带来这首极具中国特色的歌曲《茉莉花》，掌声有请。